左边是竹竹桥，看一下上面，露出甜美的微笑。右边是竹竹桥，看一下上面哦。我真的觉得很开心，嗯，就是虽然台下爸爸的表情真的是非常的复杂，因为他也没看我穿那么露过。对对对，好像倒也不是因为奖的关系，他纯粹只是觉得怎么可以穿这么露。可是你有特别提过说奖说要跟父亲分享，对不对？没有要分享，没有分享是，但之前讲的是没有，你说摆在他床头，没有，因为他的奖就是我的奖，对，而我的奖还是我的奖，就自己留着。对对对对，哎，你怎么这么天真的？我为什么跟他分享？对不对？五百，谢谢你们，哎，不要拿了。今天手气那么好，是不是因为有把长辈带出来？不是说爸爸了，应该没有让大家失望吧？今天已经就是上半身感冒了嘛，那个因为可能是因为我早上有发烧，所以我今天是发烧星，所以很感谢这个各单位的认同跟肯定，其实忍不住还是喷泪了，所以很感动，真的很感动，是。一副想要掐死我，要很努力的抱紧我这样。那其实心里也是蛮复杂的啦，因为我一直觉得综艺大热门跟我很大应该会得奖，但是没关系，等一下回家再借他拿一下。综艺天王都是你的手下败将。没有啦，不能这样说啦，就是他们让我，而且我都有跟其他的综艺天王合作。所以就是目前会以扒着焦哥的腿不放为优先，真的会扒到，一定要，或者是放在枕头上也可以，叫他不用睡了。好，没什么要问的，我就先走了。今天第二套礼服就是说到大家期待，真的很失望吗？哦、OK， 好。那有觉得想说账台失望，我也没别的东西了。那有觉得有赢路吗？为善不欲人知，应该还可以吧？没有电哦，各位。爸爸都没看，没有电哦。爸爸没看过吗？爸爸没看过，他刚刚有悄悄的越过一大堆人，然后这样说，穿那么性感呢、啊，就是用酸的这样。然后我就说，对你管不着。但是还好啦，我相信他知道我长大了，各方面都长大了。透露一下上围吗？上围就是，不是说没电吗？没电啊，真的没电。所以大概是。就是 C 啊，这样可以吗？三十二 C。如果是以这个乐福这边算的话，是75。有人在乎这个吗？34。所以以后。